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诸位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护法，感恩师父路路金红，我自己的业障，我自己背，不让带长辈。师父好，他是1968年出生的，属猴的。他想看什么？他双腿走路困难，感觉别人拖着的，已经快20年了，师父。我知道。他有一个女的，年纪蛮大的。我不知道是他妈妈，也不知道是年纪蛮大，看上去像70、70-80岁的老人，一直在他身上，一个老太太。现在呢，这个老太太呢，在他身上要经，啊，你要叫他好好给他念经。现在两个腿并不是都不行，有一个腿能动，而且还能啊。还能就是说啊，比那个腿要好很多，你听得懂吗？是左腿不好。Dua-duanya, kalau mau jalan tu kayak ketarik. 他两只腿觉得走路好像被人家拖着这样。对，就是左腿引起的，因为他的左肾不好。所以他的整个这条筋都拖住的，你明白吗？你要教他好好念经的。他现在念经了没有啊？他念经了。你告诉他，他在不好的时候正好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家里，之后他才慢慢的觉得这个腿不行，站不直了。他是印尼人啊，我知道。他忘了师父。你记住，他的腿不好之前家里有没有人过世，他就知道了。Udah lama。已经很久了，师父。你看看他什么都记不住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老太太很厉害的，我想应该是她的婆婆。你问她婆婆还在不在？没有了，师父。我讲给她听什么样子啊？这个婆婆的样子，背有点驼的，脖子不长，啊，头发散乱，鼻子蛮大的。他鼻子是他说是大的，可是他驼背他不清楚了。你想不想叫他来看看你了？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不要翻译了，他很凶，他过去对他婆婆挺不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一定要让他忏悔，他不忏悔不行的。她对她婆婆很不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父。那师父她要烧多少张小房子？还有放生多少呢？240张，放生3400条鱼，好吧？放生多少？不是的呀。她愿意。她说她愿意烧上小房子，244张，还有放生。他有信心，是不是啊？他吃素了没有啦？没有。没有，你叫他能不能吃素啊？或者不要杀生啊？他过去有杀生啊。Tidak membunuh sih bisa. Kalau vegetarian, nanti dicoba. 他说他试试看，许愿吃素。试试看吧。
我现在可以叫他那个腿啊抬得高一点，好吧？我现在可以，你跟他讲，叫他眼睛闭起来。我可以叫他的腿抬得高一点，眼睛闭起来啊。好，好，现在把你的右腿抬起来试试看，抬高，好，两个好，好，放下来。我问你，你问他现在两个腿热不热？热，师傅。感恩师傅。你。你问他要不要试着站起来走走看，台长给他加持。他说他要，师父。愿意是吧？愿意。好，愿意。你们护驾上去有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一个人在他右面帮助他一下，两个人还有你呢。不啊，你的啊，等等，要我配合的啊。好。来，准备啊，站直，先站直，好，放松，放松啊，放松啊，啊，好，放松，先让他站，两个手慢慢放掉，先让他站着啊，站着来，好，好，放，你们两个手放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好，扶着他，扶着他，已经站这么长时间了啊。好，一个右腿抬起来，一个右腿抬起来，来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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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左左，左左左左，好，等等啊，好，好，先让他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坐下来，坐下来之后再让他站起来一次啊！台长已经给他了很多了啊！好，好，放松啊！好，再来，再把他看看站起来，让他自己来，哎，一点点，好。看见了吗？好，哎呀，好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好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大家看见了吗？他高兴。好了，有没有信心？ada semangat enggak？有。啊，台长跟你说，你把小房子好好念，每天喝大杯水，晚上泡脚。我可以叫你在八个月当中自行走路，很简单的。大家都看见了吗？自己站起来，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，好啦，明白了吗？能不能吃素啊？你想站起来就吃素，你不吃素就站不起来，你要有愿力的。愿意不愿意啊？也也也，好啦，没问题的。我刚刚给他加持得很厉害了，他回到家腿一直会热的，现在全身都热。你问他全身热不热？是师父。他的脚很烫，他说很烫啊，马来西亚话很烫叫很烧啊，叫他每天泡脚，听得懂吗？要泡到膝盖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两个手好好的搓，
搓完之后先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搓，然后在自己两个腰部这么不停地上下搓、哦、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搓的时候就会有菩萨给你加持，但是你要干净、嗯、你要吃，最好不要先许愿说不要吃海鲜活的，初一十五吃素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吃全素，明白了吗？好啦，好，已经救他很厉害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马上精神好的了，脸上都红光满面了，你看他精神好了吧？跟来的时候一样吗？师父可以看他从他是文，可以看他图腾从他从头看到尾吗？师父，他都蛮会要价的嘛，从头看到尾呢。属什么？属猴子是不啦？属猴，1968年。泌尿系统不好，关节不好，腰不好，还有一个地方肺有点问题。所以他经常喘气，他不说他的心脏痛，他说心脏痛，他的肺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你叫他真的不要乱吃了。我现在看到他几个地方，其实他的肺很不好。你问问他家里有没有人抽烟，他是抽二手烟的，也就是说人家抽烟他在边上。他说他妈妈，他家里只有他和他妈妈住在一起而已。过去小时候青年的时候有，他说有。好了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肺不好晚年不好，都是年轻的时候和那些抽烟的人经常在一起吸的二手烟，就是把这种香烟的那种吐出来的那种烟呐、啊，全部吸进去之后，好了，年纪大的时候肺就不好了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今天给他特别的，啊，不能看得太长了，给人家看看吧，好吧，嗯。感恩师父。你看精神来了吧？跟来的时候一样吧？你看看看看，哎呦呦呦呦。自己两个手都有劲了，你看看看，你又开心的嘞。